我月给的话是18到35万，日语要求日常绘画水平，勤务时间是，他说排班制啊，我也不知道是，排班制。然后呢，另外我们公司，每周的1、3、511点、24、6下午1点会有面试会，每次面试会都有21个以上的会社参加。拿到我们的面试卷，你就可以参加面试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，我们的电话是03620680058。这是我们公司的地址，好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。